王牌拼高低，一光也清晰，记住 vivo 王牌时刻。小宝，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？小宝，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？很帅气，很帅气。好了，这个双方都已经自然的归到了两队阵容当中。那接下来呢，马上就让我们进入王牌时空隧道，一起去解救湖吧。走，王牌拼高低，一光也清晰，进入 vivo 王牌时刻。那个戴着墨镜的人一定要把胡巴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。解救胡巴游戏规则，游戏开始，两队成员同时从起点出发，向困住我的高台发起冲击，率先登顶的队伍获胜，并将获得优先选择面具一张的权利。各派两位队员，各派两位队员。我们决定了，我们决定让他们红队赢了。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。对，我从来没赢过，突然告诉我这个讯息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是时候赢一把了。不是，各派两位队员啊。菜菜、柳柳，你们俩吧，好吧。我已经派出了我们队的最精壮的两位同事。谁啊？双峰姐和柳岩啊。小心小心，滑了吧？来，梁啊，不是梁，是滑。我来吧，加油加油，真的很滑。我过来啊。王队谁？你们派谁了？我跟莫愁。你跟莫愁啊？什么时候都用专业的蹲踞式起跑？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护住脸啊！脱下来，人家把他们笑的呀！努力啊！加油！你是出了最远的一个，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你。加油！就像一个爬不动的大蛤蟆。正面接触了，要开始正面接触了，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呢？抓柳岩的脚，冲突开始了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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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妹妹，你妹妹到这儿。莫愁，他顶了。好，这轮获胜的是天师队，队长继续派人啊，下一轮是三对三啊。我郑重的宣布一下啊，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髋关节积水。说那么多干啥？你快来啊！别说那些没用的，去吧去吧。全国的最权威的医生都让我静养。哥，我就想看你逆天而行。带护具，带护具，再进去。哎呀，我这怎么滑成这样啊？你们怎么坚持的？快来来来来，所有能保护我的全来来来。好了啊。来，所有的这轮的六位成员，哎，得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老弱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好了，来吧。计时开始，努力站起来。来来，腾哥，腾哥干嘛呢？哎呀。哦，娜娜好快，娜娜把她推下来，把她推下来，娜娜。哎呀！我的妈呀！他一直用四肢，用四肢撑下来的，哒哒哒哒哒。太厉害了！我就上来了。我哥可开心了，我还没展示呢。对呀，行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们再来一轮。好了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开始干到了，这孩子真厉害，这孩子拧大真厉害呀，他拧大的可厉害了，那孩子。啊，我知道你怎么爬的了。哎摔还好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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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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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上上上上上妹妹干嘛去？哦，贾玲加入了，妹妹加入了，莫名加入。
完了，又上去了啊！往上，下来下来下来！这录个节目，你跑那么快干啥呀？宽呐，完了宽，看疼的，看疼哥疼的，看哥疼的，我们现在就看他疼。哥，哥手里的水漾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最后一轮啊，最后一轮。来，菜菜，芒果芒果芒果。好了，各位，这是最后一轮啊，四对四的争夺，规则是这样的，在四分钟时间到的时候，哪队占据着最高峰，哪队就赢。四分钟是时间的限制，只要时间不到，谁都可以拼，好吗？居然真的有人戴着头盔保护自己，我真是。好，来四分钟。OK， 来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腾哥，你干啥呢？采取的是纠缠的姿势啊！哇，娜娜有个绝招就是甩。啊，就是甩。你干啥呢？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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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贾玲，你不用往上上，你就两边横扫就行了。好，现在天使队率先占据了二层平台，居高临下。拽下来，拉下来，快去，快去！大家加油！啊，小心，小心！啊！你敢推我？没事，你有没事？推给我！啊！你怎么推我？不要，不要！别，我错了，都没有。
没法躲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不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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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。可是我这我真的我是经历了一场战争，真的战争，真的对。我一个人独自承受了两发，承受了两颗原子弹。对对对，无形的轰炸。娜娜，我觉得这个游戏。真的是为你翻身做好了一个基础，再也不是游戏黑洞了。以后你真的完全可以多接动作片。是。好了，这轮非常明显，由于娜娜的出色发挥，最终获胜的是沈腾队。所以这个面具呢，我们的沈腾队拥有优先的选择权，好不好？好，游戏结束，解救胡巴成功，让我们回到现场来挑选面具，进行最终的验证。